季啊，大家齐聚一堂，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等我在颁奖典礼过程当中呢，也安排了很多我们博爱国小固定的一些非常好的表演，也请各位的这个其他有效的老师，还有在座的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啊，能够来欣赏啊这个博爱国小的表演哈。那我的这个致辞到这边，也希望记住各位在座的嘉宾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几位评审现在在楼上在一一的看，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安排了两个部分哈。那我们台湾有些人呢是从宇宙看台湾，所以呢这个面向小朋友就有很多发挥的一些空间。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到底看见台湾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小朋友的绘图的过程中，知道小朋友心里在想什么，知道同学们、各位同学们他们目前所受到的环境，然后呢，到底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些观感，可以从他们的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这是绘画很好的一个方式。有些因为小朋友现在因为两肋一下，所以你叫他去讲，他可能比较难以表达。所以他借绘画，他可以把他心里的话可以讲出来。所以这也是我常常在鼓励家长，就是说让小朋友画的时候呢，让他去表达是你最想要讲的话啊，我们可以借绘画来表达。然后呢，在我们来导览过程中，我们先从低年级开始来看。然后呢，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们会播几段那个动画啊，怕时间不够。因为我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在撑着，就是那个评审在帮各位小朋友。这是在说他们拿枪猎猪吗？这张可以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拿枪猎猪。就是那个泰雅族的勇士在射伤中，确定那是泰雅族在射伤，我还以为他拿雨伞在赶野猪嘞。哦，原来是在，那是箭就是了。OK， 在射伤，所以这是箭。哎，怎么这么？所以这是箭，然后这是那个野狗，这是那个猎狗，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在射杀，在打猎就是了，山猪了。OK。太有趣了，好，谢谢。因为我们山庄呢是复兴乡比较偏远的学校，很多都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学生哈。好，我们南京社的周文社长，还有各位胡伦先进，还有各位贵宾，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高兴，好来，能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电脑绘图的颁奖典礼啊。我们蓝天胡伦社主办这个活动已经13年，是非常不简单那从刚刚开始从这个台北市，然后现在是扩展到这个全省的这个小朋友都能够参加所以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蓝天社的这个 signature project 这是非常棒那让小朋友不但能够熟悉这个电脑的操作，同时也可以培养艺术的气息那所以今天这个得奖的这个小朋友都到台北来参加这样盛大的这个颁奖典礼，在这边首先也恭喜大家能够获奖那同时呢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再接再厉再往更高层次的这个层面来发展那将来呢能够在电脑或者是艺术上都能够有所成就那在这边也祝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圆满成功那各位贵宾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何社长，各位南天福禄社的社友，还有副校长两位校长，以及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光这个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国小刚刚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叫我讲一分钟就好，其实我是准备十分钟。真的也在跟蓝天结缘是两年前，然后呢蓝天的理念我真的非常认同，所以一直在跟蓝天保持一个教育伙伴的关系为什么？他说除了捐设备之外，其实软体长期的关怀照顾是要有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曾社长那时候带了一票的大学生跟我们的学生做英语远距的教学，我们持续保持合作到现在。所以今天
这个题目啊，看见台湾触动你的心，真的，我们刚刚把这些比赛的小朋友连在一起，远在连江的哦，高山的山光啊，蓬莱啊，和美啊，哦，然后呢，这些学校加在一起，其实我们就看见台湾了，看见台湾的未来，对不对？对。哎，然后呢，我在这边仅用一句话啊，看见蓝天触动你我的心，感恩在心啊，哦，好。那刚刚特别讲到哈，我们复兴区哦，这个三光国小到底有多远？我在这边本来九分钟要讲有多远啊，哈，那现在不讲了，直接邀请大家，我们2月3号在我们三光国小办了一个桃花季，好，主要呢也是要感谢，因为我跟部落家长讲，人家长期捐助我们，我们用在地的热情、在地的产物来。哎，来谢谢大家，回馈给大家，所以那一天欢迎大家上山，好，哦，到三光国小，好，哦，去免费的体验桃花的剪枝哦，还有剪枝剪在地上的，能剪回去多少的，通通让你带回家哈，好，哦哦，啊，然后我们还准备了泰雅风味菜来招待大家，好，哦，欢迎大家，2月3号到三光国小，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校长及校长的合作，那我们。发扬自己的能力。DJ Audi，不免俗还是跟各位校长、各位来宾哈，这个问声午安。这个颁奖典礼到了这个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哈，我相信很多得奖的小朋友一定非常开心。但是如果说很多小朋友没有拿到自己得奖的名次，也不要灰心，因为刚才我们助理总监哈有提到，就是说哈，这只是人生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得到奖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没有得到你自己想要的名次的小朋友，你更加努力。我相信哈，将来的奖项一定有你们的位置，因为南天福人社这个所谓的这个儿童电脑绘图比赛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办下去，而且会让很多的小朋友透过刚才我们高教授平常所讲的艺术天分的启发，让他们哦学习上面更聪明。让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长大以后，啊，再分享出去，这是我们南天福人社希望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最终的目的。那我话不多说，因为大家想要抽奖，刚刚看到很多奖品哦，都非常时尚哦，是我们社友精心去挑选的奖品。那最后中午哈，啊，天气比较冷，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暖，也祝福大家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我们请队长留步啊。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跟我们一起合作努力的伙伴哦。那所以我们首先呢要颁发一个